如果当时我在主动的结局，会不会是我？池旭，你别忘了答应过我的。答应他？我，雨桐，你是谁？你是雨桐男朋友吧？现在的雨桐轮不到你来关心。池旭，我很谢谢你送我回来，还给我带来早餐。他就是你等了三年的人。池旭，你们。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那你呢？你和小雅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非得瞒着他？我等你想清楚了再来找我吧。我为什么就是不能告诉我？胃不好还喝冰的，给热的。你怎么知道我想要去冰少糖啊？你的记住那么多人的喜好，你不累吗？你吃醋了？你才没有。要不比一场？比就比，谁怕谁。几年没见，你现在这么菜了？你难道看不出来我在放水吗？诗诗，你们两个偷偷叙旧，怎么不带上我呀？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既然遇到了，就一起吃个饭呗。我想吃你以前经常带我去吃的那家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哎，雨桐，够了，这三年我该还你的都还清了，你能不能别再干涉我，雨桐？陆雨桐，可是是我的，只能是我的。雨桐，我想把这三年欠你的解释都向你说清楚，明天不见不散。我还有太多心愿，太多梦没有实现。琪琪，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。别动，他不会。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。